歌唱，三乡儿女手拉手，点燃了梦想。寒山金光，青纱在长，我们向着胜利，鼓足所有力量。莲花开盛时，莲香轻飞扬，红色土地尽有月，睫毛传四方。平在此刻，赢在今朝，我们超越自己，飞向光荣殿堂。让爱和爱传遍友谊和目光，一路开出奇迹，拥抱些希望。把青苔相谈，青苔相谈，我们点亮生命的每一道光。盛世莲香轻飞扬，红色土地尽有月，睫毛传四方。平在此刻，赢在今朝，我们超越自己，飞向光荣殿堂。在未来的几天里，我们将会用热烈的掌声和殷切的目光见证湖湘儿女拼搏的征程，让我们共同期待运动员们在本届省运会赛出水平，赛出风格，也祝愿本届省运会办成一届热烈、精彩、平安、圆满的体育盛会。湖南省第十一届运动会开幕式暨文艺演出盛世三湘，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了。再次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守候，再见。盛世莲香轻飞扬，红色土地尽